小小鲁班儿童奶粉爱上幼儿园，稍后继续。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爱上幼儿园正在播出。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含36种丰富营养，营养更全面，温和不刺激，儿保健电蚊液。这里是含36种丰富营养，营养更全面的小小鲁班儿童奶粉，全面守护欢乐城堡。在遥远的世界另一边，有一个充满欢乐的梦幻岛，那里鲜花遍地，四季如春，人们和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这一切都得益于美丽且强大的梦幻岛公主的治理。但是有一天，这个平静的小岛被黑魔法袭击了。为了保护她的子民，公主挺身而出抗击黑魔法师，但公主被黑魔法困在了城堡之中。只有公主的骑士一人侥幸逃脱，四处寻求帮助来解。武士和两位老师踏上了这座岛屿，开始了解救公主的冒险。一二一，骑士先生，我们收到消息来了。老师们好，快，小朋友们，骑士打个招呼，快！骑士帅不帅？帅不帅 ？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梦幻城堡，我是你们的骑士哥哥姚琛。姚琛，童心未泯的超元气实力偶像，也是梦幻岛公主的首位骑士。后面就是我们的梦幻城堡。但是呢，今天梦幻城堡的公主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她需要我们来帮助她，你们能不能帮助我呀？现在公主有一些话想给你们说，我们看。小勇士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梦幻岛的小兔公主，由于遭受了黑魔法的攻击，我被困在了城堡里无法离开。听说你们是一群拥有勇气与智慧的小勇士，希望你们可以帮助我的骑士一起寻找线索，破解黑魔法的封印。小勇士们，快来救我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要不要赶快去救公主？好。我知道一个方法，就是有一面魔镜，我们要找到魔镜，魔镜会告诉我们办法。但是我们找魔镜的时候需要每人有一粒金豆，所以我们先去找金豆好不好？好。 Let's go， 快走快走，快快快快走小勇士们被分为三组出发去寻找金豆，他们会遭遇怎样的故事呢？小朋友们，还记不记得今天的任务是干嘛呀？要公主，对，要公主。有没有信心找到金豆？
我带你们去找金豆好不好？好。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让我们想想金豆究竟在哪儿能找到呢？咱们想一想，你们有没有想金豆是什么样啊？金豆是金色的。哦，那到这儿我就不陪你们了，你们自己去面对找金豆的挑战好不好？嗯。往那边走去吧，金豆在那儿，你拉着他。拜拜，你们自己走吧。我先上去等着他们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金豆。那里有个嘴巴，那里有个嘴巴，我先走吧。我没上来啊，牵手。好，他在终点等我们呢，我们好像要直接去终点。哎呀，可以。这是什么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呀。我是真理之口，你们是谁呀？我是多米，他是小米粉，他是鼠窝一。哦，对。哦，你们好，请问你们要做什么呢？找金豆。找金豆要干嘛呢？也快去说。你说吧。我现在可以把关于金豆的这个线索给你们，你们可以选一个小朋友把手伸进来吗？我就可以把线索给他。我觉得可能是徐博弈，因为这里边小米粉是一个经常爱走神的人，多米是一个非常爱指挥别人做事的人，我是突然最近发现的。你伸吧。我不行。你伸吧，我别来，不会吃掉你的，会的。有没有勇敢的小朋友我尝试一下？我想这边。好可怕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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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嘴巴不会动吗？我的嘴巴不会动哦。哦，可是我好怕。你们放进来之后就可以数五秒了。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我们五秒过了。好，那我现在就把线索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是他有金豆，你们可以去找他好不好？不用去找他，他有金豆，走去找他。接下来张彩玲老师带领着小勇士们遇到了流浪的商人，只有完成流浪商人的任务才能换取他手中的金豆，他们又会遭遇怎样的挑战呢？用儿保健驱蚊液，温和不刺激，出游更安心。那么给你们一个任务好不好？来帮我一个忙。来帮我去接圣水，如果你们完成了的话，我就给你们一人一颗金豆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拿着这个杯子把圣水装满了，然后再给我，然后你们路上可能会用到这个麦吉蒙去包，也送给你们。1、2、1，我在这里等你们哟。接满了过来找我。好。现在这个商人让他们找到圣水，我们已经离救公主越来越近了。1、2、1、2，上古鸡，上古鸡，上古鸡，找到圣水。这边有奶条母，快让大猩猩。好可怕呀！圣水好像在前面。你看，快来，跟我来，跟我来，全都跟我。哎呦，给我个大脚印！那个脚印是谁的呀？是大猩猩的吗？对。
的。走，跟我来。行，我不怕你。哦，去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来吧，走吧，去你小声小声信吧。其实那就是前边了，你去拿一个虾架，偷偷的，偷偷的，去，偷偷的，去去去去，快点，快点去。大熊猫，我可能也想到了，但开心酱居然这么勇敢，反倒是这个国邦和子墨，好像是有点害怕，然后就是不敢往前去。你在这里干嘛呀？嗯，我可以去接水吗？
香蕉。他饿了，给他吃香蕉。他肚子饿了，他肚子饿了，他肚子饿了。赞赞看出星星饿了，赞赞知道怎么去跟他交流，怎么破冰。妈妈，啊，好玩的。星星给你吃，星星给你吃，这里。星星怎么啦？看星象，看星象。别看见我，我们再玩水就走。看星象，掉水。星星往这边转，没水了吗？星星加油，再动一点点。加油，星星！哇哦，嘿，对了，星星。哇哦，他看我们呢。过来，不可怕，他是很温柔的，看，水已经接满了。谢谢你帮我转那个蓝色的。走开，这里才是。拜拜，拜拜，拜，我们来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小朋友们已经拿到了圣水，他们现在就可以去找那个商人去换金豆了。Hello， 哇，你们接了一整杯圣水呀，那么我该兑现我的承诺了。那么我这里还有一罐小小鲁班儿童奶粉送给你们，作为你们勇气的嘉奖。在星星的帮助下，小勇士们成功获取了流浪商人所需要的圣水，换取了召唤魔镜用的金豆。而严鹤翔老师组的小勇士们根据真理之口提供的线索，找到并帮助了受困的青蛙王子。爱上蜜蜂和多米把这个地拿走，小伙子，请求大神啊！他们也成功拿到了金豆。最后，姚琛骑士则带领小勇士们来到花仙子的花园，他们团结一致，一起浇灌金豆花，获得了金豆。我也加油！长高了，快点，继续加，继续加，到到到，成功啦！小勇士们通过艰难险阻，都成功获得了召唤魔镜用的金豆。而接下来解救公主的冒险会更加艰难。姚琛骑士为小勇士们准备了一顿午宴，来补充体力。寻找金豆的这个旅程是不是把大家累坏了呀？不累，累的话也不用担心。你看啊，老师们给你们准备了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，来补充一下能量，好不好？我喜欢喝牛奶。好，张老师马上就给你们冲泡小小鲁班儿童奶粉，它含有36种丰富营养，还能助力骨骼发育，满足你们的成长所需，同时还能让你们长高高。对，上幼儿园宝贝们就要喝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。好，小朋友们，那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的补充能量，老师们也要去补充能量了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再见，好不好？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
气。想吃个南瓜吗？想要，但是没有，我要怎么喝呢？这个，想吃这个吗？
享用完丰盛美味的午宴，小勇士们将用收集到的金豆来召唤魔镜，寻找解除封印、救出公主的线索。没事就走。为什么这个搬不动呢？太重了。我还有金豆，放进去。你给我放进去。放。假期刚刚结束，我还有点糊涂。是谁把我召唤出来的啊？我明明就在冬眠啊！先给我介绍一下，你们是谁呀？我们是奥乌特曼。奥乌特曼。你姓奥啊？那旁边的这一位？哦，很可爱的小青蛙是谁呀？我不是小青蛙。你不是小青蛙？我是小狗。你是小狗？那你们想拥有魔法吗？想要。那你想要魔法干嘛呀？打败怪兽。哦，打怪兽，然后消除坏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有很厉害的。哦，那你们还想不想解救公主？想要救公主必须要有勇气，所以你们两个谁更勇敢呀？我猜应该是贺依依吧。贺依依是超级勇敢的小朋友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是出现了一个特别大的老鼠，你会害怕吗？我不害怕。我也不害怕。所以你们的勇气真的是非常强啊。好，那一会儿呢，在你的面前就会出现一个神秘的宝箱，只有充满勇气的小朋友才能把它打开，然后找到里面的线索，就可以解救公主了。加油哦，你们是最勇敢的。我要消失了。我们去打开探探吧。我去打开。
不害怕，我们一起打开，一起啊！里边没有老虎，坚持，坚持。一起吃碳吧。我看一下，它也不会动了，不会出去。就出去了。快点，弟弟，我不求你，我不管。金豆放进来才行。行。哎呀，是谁把我召唤出来的呀？魔镜，魔镜。你说。公主呢？魔镜。哦，你们是来找公主的？我这里不会有公主的。但是，你们如果是想来找关于公主的线索，我倒是可以帮帮你们。想让我帮助你们吗？想。那我要问你，你想跟我一样拥有魔法吗？想。我的魔法只能告诉一个人，那告诉弟弟还是告诉姐姐呢？告诉我。那告诉你之后，你的弟弟有可能就会消失哦。所以你需要这个魔法让你的弟弟消失吗？那我们就把魔法交给弟弟吧。好，我给姐姐变美。雪呢，你这样危险点，爸爸会想你的，想我的，你这样不能把它消失哦。不行，消失，姐姐会不能消失的。真是一个听话的好宝宝呀。我也看得出来你们的感情真的是非常的好。好，我要施魔法变出一个宝箱了。好，闭上眼睛。闭着眼睛，一会儿就发生。可怕的事情将会发生。是怪兽。你打开看一下。你打开看一下。我想要看。一起，我打开，我们一起看。你来看吧。现在我看一下，你看，看到了吗，蛋？
看到吗？看到了。第一点，我们要救公主，我们把那两个拿出来吧。你给我一个吧。你给我一个吧。我以为你想要，给我一个。给你拿出来。最后一个。公主刚才碰到我，刚才碰到我，差点就咬到了我。我来帮你拿。你是手了吗？给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拿出来了，给你。我拿出来了，给你。弟弟，我们去救公主吧。她在哪里？谢谢魔镜，我们去救公主啦。紧接着，其余的小勇士们面对魔镜的问题，都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。找公主，找漂亮个美丽个姑姑。找姑姑。最终，小勇士们都克服了恐惧，顺利拿到了解救公主方法的线索。不害怕，今天是男子汉，要坚强。走吧，我去找公主吧。只有集齐三颗不同的宝石，小勇士们才能救出公主。根据魔镜提供的线索，壮壮老师带着三位小勇士们来到了三角宝石密室。可是，他们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三角宝石的踪迹。哟，咱这到哪儿了？这是一个小房间吗？可是咱，好像咱出不去了。好像就去了。请找到三角宝石，完成挑战，拯救公主。好，那快找，咱们找一找好不好？哪有三角形的宝石？找找。哪里？这个屋里没有什么东西，只有可能在这里是吧？没有什么饼干，没有什么宝石啊。你找啊，就在这里边啊。那这打开干嘛？我跟你说，我猜啊，他们肯定这里边有一个洞是空的。我想看一下，帮我试一试。帮你试试。到我了。我同时帮你们俩，好不好？好。来。我知道有个洞是空的。我知道有个洞是空的。哪洞是空的？那里。那你去看看那个洞是不是空的？你仨去看看。我看看。先抱谁？你先抱我。先抱他。把它弄开。看一眼。把那个弄开。你把它杵开。哟，有一个洞。嗯，我看到了。看到了什么了？看到三角形的了。哇哦！小蜜蜂，你看一眼。还有一个更高空，有一个小宝石。那坏了，那咱们现在任务是不光要看到这宝石，咱得把这宝石拿到。我们怎么拿到呢？我不知道，跟我来看看。这个是三角形的宝石，用这个扑上去呗。但可是这个洞太小了，我钻不进去啊！你们钻得进去吗？钻不进去，钻不进去。这个谁想躺平了试试能不能钻进去？我能。你试试，来，平着把你举过人家，你看能进去吗？能。行吗？但不行啊，身子进不去啊。身子能进去吗？不能进去。哎，我不要进去。是不是进去了？我不要进去。你要进去吗？我不要进去。你要进去啊？我不要进去。不要进去啊？那现在谁敢进去？我不敢。小蜜蜂。小蜜蜂，你敢钻进去吗？拿到宝石。我想用手拿着。你够不着啊！你用手，你看你那么远。有。你看你能够着吗？你够不到吧？那可是咱们要是，哎，你怎么把这给掀下来啊？哎，这也可以啊。掀下来。哎，这是不是就能钻过去了？那你怕？我钻进去啊！我钻进去试试，来。哎呦，你给我垫起来，把那垫过来，我试试啊。这样你就更高了哦。就更高了，我试。哎呦。哎，我可以还。好，你钻吧。那我钻了啊！走吧。完了，我卡住了。卡住了，给我拔出来。等会儿。我来。等会儿，这不行。
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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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呦呦！你解放！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！这必须有一个小朋友钻进去才能过去把那个够过来，谁敢钻过去？啊，小蜜粉。小蜜粉，你敢钻吗？不敢。你们都是很勇敢的男子汉，为什么不敢钻过去把那个宝石拿过来呢？那我去。站着，你试试好不好？我们看看他行不行。嗨。你能爬进去吗？好，厉害，厉害，哇塞！我站在，哎。你能拿着那宝石吗？快拿回来！嗨，哥。我也想要进去。你也想进去啊？够不着。那让许波一过去帮你够好不好？好。行吗？好，加油。我进不去。好，加油。你们等会儿，小米粉。你们仨能把那宝石拿下来吗？你们仨只有一个人抱着一个人才能宝石拿着吧？你们想想办法。知道了，再变一个，再变一个。还要，先生，还要再变一个。够得着吗？够不着。那怎么办？再放一个呗。先到我了吧，先到我了。嘿，你们摘的。回来吧，拿着宝石。哎呦！来来来，慢点，慢点。我抱你，我抱你，我抱你。你等会儿，小蜜粉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哦，我就下来呀。那么勇敢你。哎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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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们，宝石咱们已经拿到了，咱们现在去解救公主吧。啊！出发！快走。彩铃老师带着四位小勇士们来到了方形宝石密室，他们被分隔在两个不同的房间。小勇士们只有根据彩铃老师提供的图片线索，按下相对应的动物按钮，才可以成功解锁宝箱，获取正方形宝石。姐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恐龙。你能找到这个按钮吗？嗯。子墨，子墨，恐龙。帮老师找这个恐龙，他们肯定是老师手上有几个小动物，你们也去找了一些相应的小动物，可不可以？按下去之后过来跟老师说。我找到恐龙了，我也找到恐龙了，那是恐龙。子墨，你能找这个吗？这是一只狗。
你说看什么东西？子墨，你过来帮老师找狗。找狗狗。哇哦！找，我找了，我已经找忘狗狗了。老师，我摁了。摁了呀。嗯。下一个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长颈鹿。这是大象吧？这怎么是长颈鹿呢？大象，这是大象，对。是王子的大象。这什么？我们找到了。还有呢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马还是驴呀？马。马呀？那就找马。脖子这么长的蜗牛啊，蜗牛脖子也挺长的。哪个是蜗牛？哪个是蜗牛？才是蜗牛。是吗？蜗牛是哪边？我这里没有蜗牛。它不是蜗牛，它是一个长颈鹿。很可惜，挑战失败。你们刚刚只按对了四个按钮。还差一个，哎，我要是挑战失败了，我觉得有点乱，现在有点乱。咱们这样好不好？我给每一个小朋友一个动物，你就去找这个动物，然后狠狠地按一下那个按钮，好不好？你就管一个，学好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你就管一个。你选哪个动物？你选恐龙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我按着恐龙行吗？我按下。子墨，老师，谁在帮老师找一下马呀？找到马之后，狠狠地按下去。这种马吗？按了马。黑鹰叫你找到大象好不好？找到大象之后按下去。柯宁，你帮老师找到长颈鹿，然后按下去好不好？贺新阳开，就是贺新阳是长颈鹿，开心酱是大象，然后子墨是马，许耀豪是恐龙，现在还差个狗。现在就剩一个了啊，就剩一个了，子墨你能不能找到那只狗？谁帮老师找狗？就剩一只狗了，就剩一只狗了，谁帮老师按一下狗狗？恭喜你们挑战成功，获得方形宝石。挑战成功了，挑战成功了，还是挑战成功，挑战成功了。小朋友们，咱们挑战成功了，老师来了，哎，开了，打开吧，谁把那个宝石拿出来？我来，我拿出来了，我们拿到了宝石。小朋友们，咱们就顺利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拿到了宝石，走喽，拿着宝石走。最后姚琛骑士带着四位小勇士来到了圆形宝石密室。哦，我看到，哎呦，他们必须利用手中的小镜子将光线反射在宝箱之上才能拿到宝石。最终在姚琛骑士和小勇士们的通力协作下，他们也成功拿到了圆形宝石。哇，快看一下宝石，快拿到。宝贝，你们太厉害了，看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什么。这是什么？这小虎拉特拉痕。是的是的，这就是我们的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，它不仅味道香甜，而且营养全面，不仅能够提升我们的脑部发育，而且能够提升大家的记忆力跟专注力，对不对？喝完了。喝完了，那么快喝完了？喝完了我们就赶紧去解救小兔公主好不好？嗯，走走走，快解救小兔公主。通过重重的考验，小勇士们成功获取了三枚宝石。
他们终于可以解救出公主了。哎，我们都已经找到了，你们找到了吗？都找到了，都找到了呀。哎，那现在我们要不要先赶紧去把小兔公主解救出来呢？我们赶紧把我们找的这个宝石放在那个凹槽里，好不好？好。放在这个凹槽里。对对对。好嘞哦。哎呦，快看快看！哎呦，快看快看！哇塞！哇，这公主啊！哇！哇！她叫公主。哇哇，公主，哇公主，你们好呀，快打招呼，快打招呼，公主，哇，谢谢，公主好不好？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我的女士。小勇士们成功救出了小兔公主，梦幻岛也终于恢复了以往的活力。为了感谢大家，小兔公主准备了一场华丽的烟火晚宴。之外呢，我们小小鲁班儿童奶粉还为大家准备了甜品盛宴，就在那边。哇，还有果汁呢，大家可以过去选择一下。过去选，过去选一下。我要吃，我想要选奶酪这个，我打捞这一个。既然是烟火晚会，那我们就一起举起奶杯，一起庆祝一下吧，好吗？哎，你还真别说啊，都是给咱们宝贝们准备的小小鲁班儿童奶粉，它呀既营养又美味，而且今天啊，我想它味道一定特别的不错。嗯，是的，味道好，孩子们喜欢，营养全面，是家长们最放心最喜欢的。对，我都做过功课了，方方面面都是高标准。哎，所以说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上了幼儿园就要多多喝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。那我们就准备看烟花吧，谢谢长沙世界之窗给我们带来的烟花。哇，快看烟花，烟花，烟花，哇，保健驱蚊液，妈妈网千位妈妈共创。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，爱上幼儿园，稍后继续。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，爱上幼儿园正在播出。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含36种丰富营养，营养更全面，温和不刺激，儿保健电蚊液。成长路上用麦吉香包，快乐前行。Bye.
经过一整天的努力，小勇士们的付出收获了美丽的回报。他们在梦幻岛的奇妙历险记在欢呼声中落下了帷幕。他们在梦幻岛体会到了团结的重要性，也相信在这里的所有经历都会成为孩子们最奇妙最美好的童年记忆。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爱上幼儿园，稍后继续。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爱上幼儿园正在播出。君乐宝小小鲁班儿童奶粉含36种丰富营养，营养更全面。爱上幼儿园全网独播，就在麦吉 TV， 超多惊喜等你发现。成长路上用麦吉香包，快乐前行。关注精英卡通官方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，上微博关注精英卡通，参与爱上幼儿园话题讨论，一起学习更多幼儿知识。感谢网易视频网易号、前程无忧、中华万年历、 WiFi 万能钥匙、超级星饭团、模范生、一直鱼、泰日报、西半球、西鸟公考、成果娱乐、视头条、独角秀的大力支持。都有新期待。